上面录几这个，那你要怎么走？你要这样子走？对啊，旁边就那就不用啊，你们走过来。你们的脸要出现吗？如果拍你们背面，我问你，你要跟拍我，你就只要拍他走过来，然后拍他背面看这样子剪进去。对，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你都可以啊。你觉得这样子好吗？好，那你们两个走，你们想要走一个，就走一个。看到蜡像，哇塞，怎么这么美 ？Oh my god！ 你们去拿蛋吗？你们看到美女会帅哥？那个门可以走吗？那个门可以走吗？可以。那个吸烟室，那可以从吸烟室走出来。对呀。看起来就。夫人蜡像馆，刚好开头，准备喽。谁？笑了。
来。我已经试着避开你眼神了，可是他刚刚。咋不能回去？不能吗？不能看你。等一下，你们的动作可以快一点，就是开门，有哎。就是我就是要逛博物馆，就给他推开。好，再一个哦。我可以摆这样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来哦。等一下，我换一下电池。好，准备喽。好，来哦，三二一，走。好。穿帮吗？有穿帮吗？没有，那可以，那可以剪掉，对不对？这个开头要放多长？我应该不用很长吧？对啊。好，后面或者是如果这一个当主要的开头，然后其他画面都是穿插这样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他们最后有没有要干什么事情？不然我觉得这样好像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看蜡像。好，我知道。但可是蜡像其实之后还有跳舞。我觉得他可以让他用个尖叫哎、欸，好啊，你要如果尖叫，尖叫，把后面拉起来。哦，我知道你意思了。你说他也可以现在在这个局，然后做一些动作，就变成然后穿插在里面。你看一下，然后他可能尖叫之类的，對或者是干嘛？那你先录一个，只有他们两个尖叫的，你要放到最后面那个可以用，或者尖叫尖奏的地方。你们直接尖叫就好了，就直接尖叫吧。对，先。那这边要剪。别再拉过去了。太长太长。没有吧？哈哈。我们是蜡像，还是尖叫？对，你们只是当蜡像，然后就会突然自己动起来，然后是尖叫的动作。OK， we're ready。要不要你们走掉，然后他们开始动？好。对，你们就稍微走两步。没有蜡像被翻动吗？哎，你们还记得你们刚刚的位置吗？你这样会不记得了。我们看一下哦。好了，我记得了。你是什么蜡像啊？最美的蜡像啊！什么蜡像？我是第二美蜡像。好，来吧。第一怪吧。还没。可以直接把尖叫给我们。可以。还是有人叫他们叫啊？来吗？那我叫了。还没啦，还没，他们要走出去才会叫。哦，是的，没错。好，走掉，走掉。好，三二一，尖叫！啊！好，感觉是可以了，感觉是可以了。你不是要转过来吗？我觉得不棒，你看后面一个。但播放的时候没有声音。你怎么知道我有时候要叫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完全有。Oh my god！ 我们能不能？我就瞄面对面的，面对面，再一个。啊，没事。因为我们想说，如果录一个，我们走过去，然后他们眼睛突然瞄一下，那个看不到啊，那个看不到的。没关系，要浮夸就给他浮夸了。啊，因为就是眨眼，对。我们要眨眼。再一个吗？再一个。也是尖叫的吗？我觉得尖叫好了，尖叫。尖叫。我要数拍尖叫。我数了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来，三二一。啊！结束了吗？看你。可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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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
面那个是单独一个人，然后也是在这个景，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还要在另外拍一个。我后面那个是拍一个景。那边是要放在哪里啊？就是你在这里面唯一最期待叫声，就是那一个叫声。对对对对，还、啊、是两要两个一起吗？我觉得可以两个。中一个。好，那换一个镜头。好啊，可以。实际上我就要再打灯了。